有这么三个人是个好朋友，这三个人呢，一个人姓张，一个人姓王，还一个姓李。这三个人啊，都是近趋炎，但是我近视眼，眼睛都不大好啊。但是啊，一个都不承认自己的眼睛近视，都说自己的目力好得很。老张就开了口了，我们啊三个人究竟哪个目力好，不是自己吹的，我们明儿个呢来比试下子就晓得了。娘，怎么比法啥？我听说因为我们的县太爷为官清正，各行各业的店老板共同出钱，就送了一块匾把老爷。这块匾啊，不会挂到旁的地方啊，一定都是挂在衙门的大堂上。明儿个一早，我们到衙门口集早，站在门外望堂上这块匾，哪个望得清楚啊，就是哪个目力最好，你们看怎么样啊？好，哪个看得最不清爽，就是哪个目力最不好，明儿个茶馆里吃早茶，他请客。一言为定，明儿个早上衙门口会，三个人们都说的个大话哎，我到了家里边都来了心思了。老张一想啊，听说这块匾是在东街七匠店里头租的啊，我何不前去打听下子？没合计，老张气到气到气到，跑到了东街七匠店。秦王啊，送马老爷的匾可是在你个租的？俺不租，是在我个租的。那匾上是几个什么字啊？你问这个做啥？把母女说个如此如此，明儿个早上三个人比目力啊，哪个输得了请客是小事，可两位请啊，来来来来，请个帮你，请你呢来帮帮忙好啊。你告诉我呢送20万，明儿个请你吃多茶。哦，告诉你啥，边上四个字，名字父母。哦，两位两位，那那那那20万再说。老张前脚才走，老王倒一倒了，请问送给老爷的匾上是几个什么字啊？娘，你问他做啥？把后来把母女说如此如此，我们明儿个早上三个人比试目力，请你帮个忙。哦，刚才一个人来问我嘞，把后来我都已经告诉他了，他还送了20万把我去找茬。不好了，哎呀，怪我来迟一步啊！我不问迟了，你可能告诉这块匾是什么颜色，我也送20万把你去找茬。啊，好呢好呢，告诉你啊，这块匾是红底锦字。哦，赌神赌神，来来来来来，把你20万。老王前脚才走，老李又到了。请问你一件事，送把老爷的匾啊，是几个什么字啊？哦，大概你恐怕也是面朝上去比试目力的吧？一点不输，你家学的的。哦，刚才啊，都来过两个人了，一个问匾上什么字，一个人问匾是什么颜色，我都告诉他们了。他们每每人都送了我20万去找茬。哎呀，该死该死，我累死了。昌华，你告诉我匾是用什么匾款，我也送你20万。好的好的，我来告诉你啊，那匾款是万字文图言。啊，赌气赌气，这把你20万去找茬。到了第二天一大早，三个人都到了衙门口，彼此找过了，一起朝赵北墙跟底下一站，臂就靠住赵北墙，眼睛就朝大堂上望。老张几个喊起来了：“
啊，我望见了边上四个字，清清楚楚，名字父母，怎么样？我说我的谋略最好，就是最好。你啊，别忙啊，四个大字哪个望不见啊？我来问你啊，你可曾望出来这个边啊，跟字是什么颜色的？啊，这个那个。哦，望出来嘞！啊，这块匾是红的金字，怎么样？我的目力比你好吧？罗尼开了口了，妈妈啊，这么大的匾，望字望颜色，当然匾上了。我来问你们，这块匾是什么图样边框呢？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坏了，我忘了清清楚楚。告诉你们，是万字文的变化。我的目的最好，你们哪个请客？啊，这个我不能说啊，啊，我就能说说了嘛。四个字是我先忘出来的，哎，我也不能说说。红的金子的颜色是我忘出来的。连你们都不算数，你们从我望出边框出来的算数啊！不过三个人这个一个不服的，完了干起来了。衙门里的差人望到门外头有人吵架，跑到来问望。来，你们在衙门口啊吵吵闹闹的做啥？老爷要是出来，你们不得了。连你们为的什么事啊？哎呦喂，告诉你哟。昨天如此如此，我们三个人也好了，叫阿哥一大早来看病，必是目的，我推给王座来边上名字父母四个字，了无能算数的。红旗金子的颜色是我王座来的，我怎么能算数呢？两万字文图样边框是我王座来的。啊，这个比他们望字望颜色要难得多了。那请你平平地说句公话可好啊？究竟哪个是？当前的大爷望住他们笑笑，哈哈哈！啊，你们三个人说的都不错，不过啊，我不晓得你们怎么忘了钱的。娘，你这个说的什么话？我告诉你们啥，编到现在还没有挂上去呢。